各位观众，大家好。虽然常听人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人为的错误还是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来避免或是补救。但是如果犯错的是政府，那么人民当然就要团结起来，告诉政府，要求政府知错要改，这样国家才会越来越进步，人民才会越来越幸福。 而太极门冤错假案已被国内法税专家学者公认是台湾法税的照妖镜，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部影片，了解一下太极门冤案当中相关官员有哪些明显的错误，请观赏影片。 从他的眼神里面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以我们办案的直觉，就是说认为他应该有养小鬼这个事。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那我们台湾哈就永无宁日。大事还是小的，你怎么长期一笑，对不对？他当时通知我说办案子的时候，我去看，我说人办不好吧？我就给他提醒，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干？他说。 这样办，就这样子办。哇！所以说那时候人家找我的时候，人家讲这案子有问题。对。没人要听啊。没有人要听的。对，所以你那时候您说就这样办是市调处的人跟你讲的，然后你那市调人就说有问题。 结果他也，后来有人找我，人家讲，是没问题，我们是办事的。哎，你原来我们怎么看吧？但是呢，人家讲，我说哎，是不是？告诉你，我当时去看。 我说：“你们怎么算的？”他拿给我看，这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说这样不算吧？然后他就说：“他说啊，这不谈，啊，你要怎么样？”他说：“我们是这样的。” 你不要想了，这就是要做嘛。哎，用不成，怪我。台湾人啊，找我去，他纯粹是打混。你是说他找你去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反正他写他的。 配合是调度吗？他署长，那时候10年前的案子，他署长是都分分开看。 太极门被办的案子是怎样？是。 80年到85年，6年，我就觉得哎，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原来你看， 85年12月19查，他就说有逃漏多少。85年的所得税，他必须在86年3月底以后，你才能去调查人家有没有逃漏税。人家都还没有申报，你查人家逃漏税，有这种吗？你怎么知道人家要怎么申报？所以光是年度就显然没法税法规定了啊！我想读法律的人都知道，那个你没有的金流，你就不能给人家起诉，不能给人家那个判刑的。但是呢，太平门案85年12月19查到搜查到2本存簿61万。结果第2天的报纸说，太极门师傅有诈欺收入，换那个补习班的所得31亿。然后呢，没有证据的，我就讲说，这个写小说也不能这样推论。结果我后来看为什么会有数字出现，我大概看就说啊，61万乘以5000倍，刚好就是31亿啦。那事后的所谓证据啊，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数据，那些侦办笔录啦，什么证人笔录啊，是什么时候做？绝对是在12月20号以后的嘛。查税的话，会有说，我一拍案就知道你逃漏多少，然后才去制造证据配合的。这个东西啊，不要说是非法课税、非依法律课税。那个真的就是所谓的栽赃枉法嘞，才61万说31亿，那这个都是凭空想象的，能够用凭空想象的东西去给人家课税处罚，那这样还要税监机关干什么？找几个这种检察官就够了，你要收多少税就可以。那太极门这个案子课税非常清楚，确实是。税务人员就是税务机关、区政机关，非法课税，不管是法条，不管是实体，都不是真实的，用非真实的去给人家课税处罚，绝对违反租税主法律罪，没有任何所得税实施国家，他的政府会有这种现象。虽然影片短短的，却能呈现出少许政府官员在太极门冤案中所犯的错误，也足以让我们相信太极门案件的确是一件无中生有的冤案，不只是眼神办案、闻所未闻，把养小鬼写进起诉书更是独步全球的丢脸之举。而政府官员这样的为官态度，更不知道毒害了多少平民老百姓。接下来，我们邀请科技公司苏小姐来分享她的心声。主持人好，线上朋友大家好，我是太极门弟子，我的人生大半岁月是在太极门里练功，已经28年了。除了前3年可以单单纯纯、开开心心练气养生、修改心性，但在民国85年以后，太极门遭受冤错假案，一路上艰辛万苦的受尽风雨，让我更坚定留在太极门，跟着师父学习真假、对错、好坏的人生智慧。25年前的1219，当天看到电视新闻，侯宽仁检察官带着大批媒体及数百人的检警，荷枪实弹搜索我们的道馆，带走我的师父、师母，还有师兄姐。我抱着襁褓中10个月大的小娃，掉着眼泪，内心惶恐不安。怎么会是这样呢？隔天报章媒体更是大肆篇幅的报道，我受到亲朋好友异样的眼光与嘲笑，但我不在乎。我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太极门。我跟师兄姐们欢喜练功，谈天说地，分享着脾气如何改变好了，如何变得快乐了。与家人、朋友的关系更加和谐与互动。事实上，我也因为在太极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有正能量的爱，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缺乏父爱。练功让我学习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而爱自己，就从修改自己的脾气开始。少生气，就变得容易快乐，内心容易满足，笑容就变得更多了。师父也叮咛我，孝顺不能等，行善不能等，健康不能等。当爸爸卧病1个多月的时间，我很珍惜亲情的缘分，回家照顾爸爸。最后，爸爸临终前还跟我握手言谢。当下那一刻，彼此内心很温暖，也放下了。虽然我的成长没有爸爸照顾陪伴，但爸爸生病了，我愿意用爱来照顾爸爸，圆满了这份亲情的美好而不留遗憾。我深爱的太极门，却因侯宽仁检察官制造无中生有的冤错假案，利用司法跟税法来夹杀太极门。然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终于在民国96年7月13日。经刑事司法3审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欠税，且无辜被羁押的当事人都获得国家冤狱赔偿。国税局理应依据判决，立即撤销不实的违法税单。然而，国税局不但藐视司法的判决，更是开立一张张的税单，继续迫害太极门。民国99年，立法院公听会，财政部跟中区国税局都承诺2个月内要终结太极门冤税案，竟公然说谎，更违背承诺。太极门案是国家认证的冤错假案，监察院主动调查侯宽仁，针对违法滥权侦办太极门设有8大违法。更将太极门案列为重大人权保障案件。监察院调查国税局也有7大的违法，但这些加害者始终没有受到惩处，而受害者却依然继续被迫害着，让人民如何能够接受呢？民国109年8月21日，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竟然联手将太极门位于苗栗的修行道场预定地违法拍卖并收归国有，强抢民产，官官相护。从侯宽仁、财政部、国税局到行政执行署，滥用公权力，强害及霸凌太极门25年，至今仍未停止。太极门冤错假案中，看到台湾的法税制度仍然停留威权体制，没有真正的法治与人权可言。政府至今仍允许公务人员滥用公权力，却没有究责惩处及淘汰不适任者机制，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随时都会面临税务人权的迫害与威胁。这些年来，我跟师兄姐们多次参与陈情抗议。当我们站在财政部或国税局或行政执行署前，总有大批警察和巨马围堵着。我们的陈抗从不谩骂，也不丢鸡蛋，而是法理情不断地呼喊，表达我们的诉求。立即撤销违法假税单，停止违法强行拍卖。也请部长、局长出来面对，说清楚。但多少年、多少日子，我们是从日出到日落，即使日晒雨淋，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声音喊哑了，继续喊。痛心的是，大批警察后面的这些官员都不敢出来面对，却宁愿违法贪图奖金而一错再错。我也参与数百场法税改革相关的研讨会，过程中听到许多税灾户的真实故事，看到国家税务体制的黑暗面。再次希望国家对这不公不义的现象要有所改革与重视，才能让国家为人民造福。我真心呼吁小英政府来重视，并且立即解决平反太极门冤错假案，返还太极门修行圣地，落实转型正义，让人民体现到台湾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重视人权的国家。谢谢大家，谢谢苏小姐。人民没有犯错，国家就不应该欺压，更不能纵容人民被违法官员欺负而置之不理。政府官员犯错会害苦老百姓，政府官员该做而不做时，更会让人民感到痛苦且雪上加霜。接下来，我们邀请日商公司李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在一家日商企业上班。由于工作压力大，经由好友推荐来太极门练功。练功后，不仅让自己工作压力解除，也从中学习帮助别人，进而帮助自己。渐渐地找回以往开朗的笑声，而能开心的工作。在这之前，我对人生也很迷惘，没有太大的人生目标。直到领受师父的教诲，学习只要问心无愧，就放心大胆去做，鼓舞自己面对困难的一个勇气，也学会了说话，也从弘扬太极文化中发掘自己许多不足的地方，慢慢了解修行的真意，觉得太极门是自己一生要学习的好地方。在与师兄姐的彼此谈心中，了解了更多太极文化，体会更多师父的用心及教导，而师兄姐们也不断地将在太极门所学到的好广传亲友。每天我们道馆都是满满的人，每个师兄师姐都充满着助人为乐的欢喜心，是非常开心的一段岁月。想不到在民国85年的12月19日，侯宽仁检察官带着大批的警调人员，将师父、师母及一些师兄姐带走，并同时在新闻媒体上大批报道太极门冤错假案，瞬时间太极门就被误导成是个不好的团体，我们所有师兄姐就被媒体霸凌，被亲友误解，很多师兄姐也就不敢来太极门道馆。那是一段长久的灰色的日子，师兄姐们也失去了笑声。我们也多次到法院等着师父的归来，却希望落空。我们把思念师父的心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参与武术、舞狮、舞龙等的练习，也多次参与国庆展演，并以武术国粹文化展开爱与和平世界行的行程。到各国宣扬太极门文化。我也参与过纽约联合国及南非爱与和平的文化展演行程，不断的透过中华古传的文萃来宣扬我们台湾人民爱世人的理念。好不容易等到民国96年7月13日，经由最高法院判决太极门无诈欺、无逃漏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的判决。原以为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一个快乐时光，但却遭受国税局以违法的税起诉书不断的开出万年税单，并要查封道馆。我们逐一拜会全国的村里长，取得联署与支持，更到全国各地街宣陈情，办了很多场的讲座论坛。学者专家也指出了违法税单的问题所在，但在民国109年8月21日，我们在苗栗的修行道馆预定地，仍遭行政执行署强制违法拍卖。这些年来，我国在政府及国人的努力下，不仅防疫上受到国际的肯定，也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场合上为我们发声，为我们伸冤。然，太极门的冤税假案近来也更受到国际专家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加害者是政府官员及腐败的体系，如同欧洲宗教间宗教自由论坛主席 Eric Lolex 认为，他无法理解台湾竟然纵容少数官僚持续破坏一个以证明清白、和平诚实的心灵修行团体长达25年，甚至连土地都被国家拍卖没收。在此特别呼吁蔡总统也能关注此已受国际瞩目的事件，敦促政府坦诚面对，并立即改正错误，建构政府健全的税制，保障人民的权益与安全。谢谢大家。谢谢李先生。现在许多国外专家学者都知道太极门冤案，且一致声援太极门。政府若不赶紧还太极门一个公道，平反此案，等到被国际制裁，那时就太晚了。政府存在的目的，并非是要让官员方便以权谋私，而是要服务人民，让人民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希望政府相关官员能够尽速平反太极门冤案，究责不法官员，不要让人民的青春浪费在原本不需要的陈情抗议上。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世界公民想人权。我们今日付出不悔的青春，将来一定能为台湾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